Almonte 是宝石投资公司于2011年1月3日周一在 Almonte 市商会举行慈善捐赠仪式，这是本地七家社区公益组织。本次受赠的七家组织包括 Almonte 市百年纪念会、圣盖博古男女童俱乐部、 Almonte 市妇女俱乐部、Bobby Salcedo 奖学基金、 Almonte 市奇英会属下人才招聘会及健康会、 Almonte 市历史博物馆以及 Almonte 救助中心。 Almonte 宝石投资公司董事长林榜昭表示，希望透过这次的捐赠仪式，顺便让美国民众及主流了解 Almonte 市宝石投资公司即将在 Almonte 及 Rosemead 地区进行大型商业中心投资项目。目前正在洽谈的项目之一是以 Almonte 市公交车站为中心计划建构商业中心的项目，希望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。我是来自于广州，然后这个看到这个南加州这个模式，这个将会形成的项目就比较好，因为从去年我们就把这个项目收购下来，以后准备在这边投资建设，希望大家的支持。因为这个项目就是一个在这个爱摩斯这个将会新城，这个在这轻轨这个公交总站这里，然后我们就把这改造一个从这个商业住宅，商业住宅一个学校，包括大型公园，配套医院，这方面的一个大型的一个事情。因为现在我觉得在这个美国这几年的经济发展点，一个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价钱啊，从土地从这个开发成本比较低，我们就从这考虑方面，觉得这个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好的。